还回来看国内消息，近来有毒贩利用航拍机将毒品送到霹雳打巴监狱来满足囚犯的毒瘾。监狱局宣布将在全国所有监狱安装反航拍机系统和拦截设备，让航拍机无机可乘。监狱局发文告指出，当局意识到有人利用航拍机将违禁品偷偷送到监狱内的威胁。实际上，打巴监狱和其他同样高风险的监狱都配备了反航拍机系统和拦截设备，以防止这种事件发生。文告指出，监狱局已经和科学工艺及创新部建立合作关系，并研发了反航拍机系统以及采用本地技术研制的拦截设备，全国所有监狱都会配备有关系统和设备。此外，监狱局也一直和警方携手合作，包括设立工作组来遏制这类威胁。当局将致力保障居民和社区的安全，免受任何潜在威胁。